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范卫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35届同理杯中国围棋天元赛本赛第一轮的对局，很高兴能够和丁烈六段一起为大家讲解。丁烈你好。卫京好，棋迷朋友们大家好。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两盘棋呢也是通过围棋天元的公众号由棋友们投出票来的两位人气最高的两盘对局。那这个第一盘棋呢是由唐伟昕对阵范廷钰，也是两位世界冠军之间的战斗。是的，那唐伟昕应该是90后除柯洁以外拿世界冠军最多的一位棋手，拿过3次。那这个范廷钰小范，其实他最惊艳的表演就是在2次的农心杯上分别获得过2次7连胜的战绩。他还拿过英式杯冠军，当时年龄是非常，应该是我不知道当时是破了记录了，创纪录的，对，当时是最小的那个世界冠军。是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这盘棋是范廷钰执黑棋先行。范廷钰的黑棋。尊敬的，好，那我们看一下现场的画面。杨铁金天元，它已经成为我们中国围棋天元赛的一个传统。这是咱们天元赛的开幕式，是在中国棋院举行的。希望天元战能够越办越好。杨铁金是现任天元，每一名棋手都能不断进步，在职业生涯中留下精彩的。就刚从联校的手里。同理杯中国围棋天元赛本赛开幕。也是终结了联校的连霸。这是赛场的画面，那么这次比赛也是采用了线上对局的方式。大部分棋手都是在中国棋院。范廷钰9段。唐伟昕9段。这个画面也是挺有意思的，两位棋手其实应该是在并肩作战，但是却是面对着一台电脑，遵守这个规定要保持距离。这样的话其实也挺有意思，就是咱们面对面下棋的时候，其实经常的是会看一看对手的反应。这个就不太好看了，多少会有一些借鉴和参考。对，这个我们可能下一步棋之后要转头扭头看一看对手有什么表情啊。挡一飞9段。这是姜维杰9段。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都是90后的棋手了。这就00后了。李清晨9段。对。好。那我们先来讲这盘棋。范廷钰的黑棋。唐伟昕。二尖跳手脚。白棋地挂。挂角飞。这个好像非常常见的一种布局啊。对。然后点3-3。相当常见的变化。白棋连片。比较容易先手的脚。先手的脚，黑棋是拆的这条边，然后白在两边。因为手完脚之后，这个逼可能变得更大了。这个正好是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要点。对，黑棋选择拆这个，然后白棋再连。这手高位是不是下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可能也会带有一些限制白棋模样的一种感觉吧。高位稍微好一点，因为如果走低位，将来这种地方白棋争过来或者是什么，可能对模样来说是会有些帮助啊。因为高位的话还各有利弊吧。因为黑棋现在这布局从格局上来说还比较偏向于取实地的，那黑棋这个棋也是比较均衡一点这手棋。实战呢，黑棋是抢到了这个拆尖逼。
也是一个好点。嗯，对，大场。然后白棋把这个退下来哦，感觉布局下成这样，双方都是堂堂正正的。对，这个我相信双方应该研究的都比较透，对，非常熟悉的布局。嗯，那 AI 应该都是摆过，对这个都是胸有成竹的。然后这个时候白棋往这儿。嗯，掉了一个。哎，这个掉是不是也是 AI 推荐的呢？是吗？不知道，我感觉有点像，很像 AI 画的招法。那这个棋如果黑棋把这个靠住呢？不知道，他会不会有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对啊，想，我想尝一个。对，因为我先尝一个。啊，这全走掉。然后我再靠，啊。我是不是太俗了一点？不知道，俗气。我当时想玩靠有，我没看清靠完能不能挖那种。这个是不是、啊、这个没意思哈？这个有意思吗？这个我感觉没什么意思吧？没什么意思，还得落个后手。这气太紧了，断点收获应该不大。那这个白棋是准备有没有先挖下来？先靠完、啊、挖这个？挖哪个呀？你挖这个。那我是要把你吃下来了，就全吃了。嗯，吃了，这吃了黑的不好，黑的没啥好的吧？哦，那就还挺有收获，这地方很宽阔啊。那我这个不行的话，我打这个，把这个我粘一下。比你刚才那个是不是强一点？也不一定你糊起来是吧？但这样你可以走个先手。嗯嗯，还是挖这边，我也一时半会儿也没太搞明白，也有可能挖这边。那、嗯、感觉可能黑棋也会有这种，我会打这个，有这种担心。打这个也只能立吧，也不能反打好像。那我拐出来，这样还可以。嗯，这个白棋实控收获很大。那我打这个呢？打这个，对啊，你打这个呢？感觉你好像也不得嘛，只能粘上。你是不是断出来跟我作战了？对，就看那个，好像是成立的。嗯，还可以啊，这个，反正断成立还可以，因为你也不肯退让，退让的话我再搬也很舒服。嗯，对吧？所以你粘到这儿的话，这个断点还是有的，很挺严厉的。这个如果断成立的话，所以白棋在这掉的时候，其实黑棋不能掉以轻心了。这对我。感觉上会有些套路，应该白棋是不满足于这种简单的长的、啊、我是觉得啊，对，会有一些套路在里边，有一些组合拳在里边。对、嗯、但是这个棋呢，黑棋确实也不肯往这飞，这个飞显得太松垮，太软弱了、嗯、这个太松，棋形太松了、嗯、所以黑棋实战的反击也就是比较合理的一种选择。嗯嗯，这时候黑棋顶一个这个反击，顶一个，对，走不好的地方不走嘛，双方在这地方有一些契合。嗯，白棋也没有老实的跟着应、嗯、是，白棋如果简单的跟着应的话，黑棋也是要跳的吧。嗯，黑棋还是要出头的，把白棋分开。这样的话呢，白棋可能会觉得这地方由于黑棋有个逼的存在，这地方还很重。嗯，很重，没活，没安定。嗯，其实眼见的下一手你不走这飞下去就很严厉啊，一拖我把他打完一爬，这眼全没了。嗯，先手就被搜刮了。嗯，所以白棋没有长显得有点太笨重了，所以白棋实战双方就是契合，各走各的。白棋先手交换两下，然后跳下。嗯，这个就战斗就形成了战斗的格局。对，嗯，那这两位棋手的棋风相比之下，是不是唐伟星的力量还稍微大一些？唐伟星力量也不是以力量大，但是就非常的坚韧，我感觉、哦、嗯，也不怕战斗，但是就是感觉在战斗中你很难打垮他。嗯、哦，对，韧性十足。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特别善于在他这个弱势的情况下、嗯、逆境中翻盘那种很多局面。对 对, 对，就是你以为可以一下把他击倒，其实发现人家活得可开心了。对，或者你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但你总觉得跟唐伟星下你心里也没底、嗯、这个优势啊，感觉就离赢下这盘棋还很早。嗯，
很能搞，很能扇脚，韧劲儿十足，这种感觉。范廷钰其实是比较均衡的一个棋手。两位棋手其实都非常的有韧性。那这么说，这盘棋应该是一盘好胜负，感觉是要下到官子了。对，这两位棋手感觉，对，他们已经下棋，你看一个是击不垮的，一个是那个比较均衡的。对，就感觉都是非常的均衡，两位棋手。对，这个战斗的话，往中间跳。第一感觉得黑棋的方向还是可以的，这个走多了对白棋这个棋也多少起到一定的限制的作用。但是白棋走出来的话，自己的孤棋是不是也取得了联络呢？那孤棋对取得了联络，但是也没完全安定，就看着之后的定型嘛。白的这地方还要不要补？还得看之后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对，白棋是脱先了，白棋是在那补了一个，对，他是不满足于在这补一手，补一手的话就感觉本身效率不高，有点无聊了，不知道该怎么补。本身如果你往这地方随便走一个，这种棋没有什么目，棋形也很薄，将来被人搜刮一下，你只是单关联络的话效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如果这地方花一手棋联络黑棋，再比如说打入进来把这块空破了的话，如果白棋对黑棋没有有效的攻击手段，实控就会落于下风。他抢到这手棋之后呢，白棋的实地全局也是均衡的。只要这块空能够基本上围住的话，白棋实控还是可以的。所以白棋现在抢了一步，这比较积极嘛，还是把棋走在木上，这种棋心里踏实，走在这儿这效率就偏低，如果再走的话。白棋不走，黑棋也是从这儿过来。黑棋，这手棋也是一子多用啊。威胁白棋的同时扩张自己的这个模样吧，也不算模样，这实控就明显见长。所以就是连带着实惠又带有攻击性，就效率比较高。看起来是一步不错的棋。对，咱们棋迷朋友们下棋的时候呢，就是要多去找到给自己的棋啊赋予它一个充足的理由。我走这儿，我能获得什么作用？一子多用，一般来说都是好棋。对。好，那么白棋，这个时候要想把这个头扭过来，比较积极。确实不肯。普通我们第一感是不是那老老实实的？这样还是挺老实的。但是就是说在这种地方下棋，它本身就刚才说了，这里边没价值。这里边你走多只能是一种单纯的联络的作用，但是它没有目，没有这个价值太小，走在里边了。黑棋比如说外面再走过来，这头也不好出可能。对，然后这个地方还有点薄位。对，将来再跳一跳非常难受。是，所以不肯，干脆直接反击。这个他跳是不肯是吧？继续往前跳。跳他反而有可能担心别人刺吧。这有没有？他感觉对黑棋压力是不是不足？他有可能担心黑棋，比如说我直接就有可能这种。直接把我分开了。那分开你得给我个交代吧。他这个压力大，如果走这黑的还这么下，他可能先不管了。这个贴过来是眼见的一个好手。可能就先下手为强嘛。因为这个时候既然白棋不选择联络，选择分段黑棋呢，就是想要抢夺战斗的主动权。那就得挑狠的下。你这个黑的不理你，好像压迫感不足。是，所以实战白棋还是选择了飞在这儿。飞这个狠一点。飞比较狠，因为战斗的局面就是双方都得咬住，松不得这口劲儿。但这个地方我们发现黑棋没有把这下点掉，直接在这儿飞了，这下为什么不肯点掉呢？可能不知道，点应该白的也只有粘吧，看起来是这样子。不能下别的，只能粘。要我肯定点掉了。他点掉的话，他就是觉得外面会薄一些。像这种点啊，很多时候不愿意点是跟外面有关，因为你点完之后我点也是命令性。你也只能粘。那你不点这个呢，白的也不能点，白的点你有可能双，对吧？这个黑的是可以双的，因为我这样可以先手补断，
所以就是点一下它也有坏处，它的坏处是什么呢？让外边的这三颗子变薄了。嗯，他也担心点掉这个白的连不连就无所谓，白的先过来，这一下对自己这块棋的厚薄是有伤害的。哦，所以他在攻击白棋的时候还顾及到自己，对对对，顾及他没有说这个把所有的赌注全压上。 嗯， 嗯，点掉的话就从两方面说嘛，对这地方的白棋的联络攻击白棋这肯定是有好处的。嗯，对白棋的这个棋影响会大一点，但是也有坏的一面，就看你怎么衡量了。哦，他这个还是给双方留下一定余地。 嗯， 嗯，因为不点这个做这个对眼位好很多，以后做眼比如说我尖顶啊，嗯，这些地方这个垫尖顶啊跨段啊这地方就会生动很多。嗯，就所以黑棋是给自己留下了余地，对，显得外面三个子会厚一点。嗯，但同时也给白棋留下了余地，所以这个时候白棋趁黑棋还没有点过来，嗯，哎，靠过来，这你就再也点不到了吧。主要是靠过来之后点不到已经分不断了。嗯，你扳我就长，已经分不断了。嗯，我如果再贴呢，你贴我扳，那这个啊，这个地方黑棋气紧了，没有办法断进去了，不入气，黑棋这个气有问题。嗯，那就不行，所以这一靠已经连上了。这就是刚才其实点也是有道理的一个原因嘛。嗯，就看你怎么衡量了。这一靠就局部来说白棋已经取得了联络。嗯，那这个棋确实还是挺想点的，挺想点，嗯，挺想点掉的。嗯，好，那实战呢，黑棋从这个地方冲断白棋了。对，这也是一种思路，你连上了之后整体也可以搜刮嘛。嗯，然后走黑棋退，白棋靠住。嗯，诶，但是我觉得这个棋，嗯，特别想问黑棋这手棋有便宜吗？黑棋直接冲断不好吗？直接冲断，嗯，也有可能吧。这是不是也差不多，直接冲断完我长你也长吧。嗯，就是这样的。这两个棋形哪个好也难说，也难说啊。我是觉得白棋这手棋还是也难，挺有点，也难说吧，也不好讲。嗯，搞不清。嗯，所以实战呢是这样，这个黑棋飞了之后再冲断白棋。嗯，那么这个时候白棋这个地方需要补一个是棋形的一个要点嘛。嗯，弹性，这样靠一个比较有弹性，是有点什么的。嗯，手段，所以白棋靠补捉，黑棋现在飞。嗯，白棋跳。嗯，看上去都是本手啊。对，感觉这盘棋双方下的虽然在战斗，这一步又是，对，虽然在战斗，但是在战斗当中呢，双方还是非常注重自身的这个棋形的。棋形，对。嗯，也符合两位棋手的这个棋风啊。嗯，都攻中带防。嗯，攻中带防的一种，包括黑棋这种跳，非常注意自身的这个棋形的厚薄。嗯，感觉这个棋，虽然感觉战斗形成的很早，但这个棋总给一种这个好像是非常漫长的一般一个格局。对，双方对于自身的保护都做得很好。嗯，谁都不会留给对手太多的破绽，所以这个棋感觉是战线比较长的，比较长的一盘棋了。确实，嗯，大家都是先把这个马步扎好了。啊，对，形势还是比较焦灼的。嗯，这个棋一看就是差不多的格局。嗯，双方都是没有什么破绽。嗯，哎，接下来白棋这一步大飞好像步伐迈得挺大的。嗯，看起来。对，这种棋就是他可能对于黑棋的反击是不怕啊，可能有自己想法，觉得是不担心。那在不担心情况下，这种棋本身效率应该也是比较高的一种。嗯，很明显有好多种作用嘛，压缩黑棋的这个价值实地，包括威胁这地方的冲断。嗯，啊，这块棋的帮助他出头走后，种种因素，虽然像这种棋它有很多重的含义在里边。嗯，这种棋就都是好棋啊。但前提就是你一定要去看他，如果怕不怕，不怕的话就没事。嗯，应该不太怕，应该会挡住，挡住是搬了长。哦，这有冲是吧，也不怕。嗯，飞也行吧，这黑的也不能冲断呀。嗯，也可以下得灵活一些。嗯，灵活一点应该也能躲闪过去。嗯，如果你走这儿的话往这儿飞也能躲闪，对吧？所以暂时来说这个棋的联络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安全的。嗯，
那这首棋看上去也不错的一手，嗯，一看就是不错的一手棋啊、嗯。好，那么黑棋现在搬白棋，嗯，白棋虎，黑棋就长啊。哦，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感觉白棋这个子应该已经死了吧？嗯。嗯，不好活。实战他可能也并不这么认为。对，我就是想接下去说，实战白棋，因为这个棋，这个死了确实挺大呀。如果白棋这个子弃了的话、嗯，有点大。有点大。嗯，主要弃了自己怎么办？这种地方活肯定是随便走都能活，但是走一个的话，还是那个问题，比较单关，效率很低。嗯、比如说，你说走一个，这种对手就太开心了。这种棋本身没什么价值。就太单调，黑棋这先手便宜很大，这颗子如果吃了，我们刚才说这冲断的这些厚薄啊，嗯，都有关系，本身目数就大，还关系到厚薄，那黑棋如果能跟你在这做活交换一个先手，这也太大了。哦，白棋也不肯，所以白棋这颗子不肯死，还有这个原因，就是这块棋他想通过把这个棋连回来，然后自动就活了。主要白棋觉得黑棋也不厚，嗯，你这个棋吃我，他不想让你吃的太舒服，可能也是，嗯，那冲一个，那黑的点掉也挺薄的，啊，本身点一个也是跟我们刚才说的，它其实也是有利有弊的一手，嗯，对吧？对外面来说其实是有所亏损的，嗯。那黑棋现在这个棋是。团住啊，我觉得这口气是很重要吗？不能退吗？感觉退一个棋形还不错，气可能会有点关联吧。哦，白棋是会拖，不知道具体手段呢得算，但他一种感觉可能这口气挺重要的。嗯，是先拖，不知道还是这种或者有没有、哦、杀气的话，比如说我就随便来一个。嗯，你这个棋就确定黑的能把白棋杀了？那确实是不好说、啊。你这一时半会儿不是马上能看清东西，感觉味道很坏。嗯，就是他可能就有种感觉，这口气可能很重要，很重要。但是这也是把双刃剑，虽然紧了白棋一气、嗯，但自己外面明显是有个断点了。现在，对对对、嗯，自己是有一个断点。对，这个地方还是我觉得黑棋走的还是挺撑的。嗯，这个地方要拼一下这个计算啊、嗯，这个地方其实还是局部的变化要算一下。对，那我觉得黑棋在这儿的意思就是说我肯定是要吃你了，我不可能让你连回去了这个棋。肯定不能让你从这儿连回去。啊、我肯定是。对，就是一定要是正面战斗的。嗯。啊，你的这个下巴可能给自己也留点余地，是吧？就是啊。回去的话，我这是不是可以？有东西，对嘛，给大家都留点余地、嗯、也是嗯比较温和的一种下法。对，可以。这个我总感觉这个我这走完很刚，就是很刚，我就要拿下你了、嗯、这个地方。对，嗯，那就是非常的强硬。对，那么看看白棋应该怎么应对呢？这个棋白棋也很刚啊。我就他这个下法一看就非常的很刚硬的一手棋。对、嗯、为什么就走在了这儿呢？为什么就走在了这个位置呢？长气的要点。哦，既然这个棋不肯死，那至少先把气长出来，长了气我这才能断，这才能靠嘛。啊、哦，所以这步棋其实也是一方面是长气，一方面它也留有后续手段。对，瞄着这个靠应该是。哦，他不走这他外面没有东西。嗯，那他如果走在其他地方的话，比如说啊，他比如说跳在这儿，它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呢？也不同，也我走这儿，你靠断，大同小异吧。大同小异，也不见得你这就不好。这如果靠能成立也行啊，但你也不见得就说一定比这个好。看上去这个也更厚一点。嗯。你跳我也跳，你病我也病，哦，那差不多，嗯，感觉都行吧，应该，那差不太多的样子、嗯。那这边的话肯定是有靠了。实战黑棋是先打了一下，这个好时机啊，这是黑棋的权利了。其实打到其实很爽，这个对白棋的眼位的破坏其实挺重要的。嗯，这地方就
眼型差好，眼型差好多。嗯，对，所以这都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小次序。当你这走多了，再打以后白棋是有可能做劫的。现在打也是一个适应手，因为你做劫的话，我这断点就没了，我下法就不一样了，我就不一定会病了。对，这个、我下法就不一样了。那、我肯定直接提啊，我就不会病嘛，我就提过来给你打这个劫了。嗯。所以先打是一个次序啊，等你确定这颗子是起金的情况下，你连上，我在这继续下。这个时机很重要。是的。好，那么这个时候白棋是靠出来了，相对来说黑棋这个地方是不是这能把白棋这两个子吃掉啊？比如说我就特别臭的冲一个呢？不是，你是能吃掉，你老强调这两个子吃掉它干嘛呀？那我这个地方就没有那么危险了呀。是没有危险，但本身这种棋我现在不吃啊，我以后再吃、啊、以后是有，我这不是让棋友们看见这个地方有吃掉吗？肯定有，但是以后等你有的时候，说不定人家这先手就来一下也就没了。哦，那我这个也得看时机、这个、如果不要的话是不是也挺大冲断？嗯，那我这个地方看时机了。就是对，但是我觉得作为黑棋来说，不能把这个当做一个救命稻草啊，什么时候去瞄着这个，这形势感觉不是很乐观。哦，如果黑棋勉强要通过吃掉白棋中间这个棋筋去连回去的话、其实也是将帮白棋在整形。这个本身这个下法是价值不是很大，本身这个下法会很损。实战呢，黑棋是选择了从这个地方打过去啊。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局部好像这个唐伟星的思路还比较灵活啊，没有在这个地方继续应战。对，这不光拼局部的计算，也拼判断。这个棋局部不应战，然后主要是瞄着白棋这块棋啊。这块棋有没有好的搜刮的手段？这本身他这个棋啊，从这联络效率也挺高的，本身也是有目数。目数对很大，本身是有一定价值的。挺舒服。那白棋的话。也是把这赶紧把这个搬下来。本身啊白棋这棋肯定是不活的。但是呢由于白棋这有了个搬之后啊，黑的这地方牵个断，如果你真要硬杀的话，硬杀的话这可能就不存在了。对，那走我随便走走，这个断点就不存在了。那这个断好像黑的外面不好跑。所以黑的现在不敢动手。如果外面黑的是活的，我现在就简单的长完了扎个钉，这棋或者跳一个挺危险吧。很危险，白棋局部应该是活不了。但是自身现在这个黑棋这个地方对，主要注意这个段。所以黑的也没有太操之过急的去敢这么下。对，而是选择了在这个地方哎先出头啊。这个我们棋友们要注意了，虽然这个地方有一个断，但这手棋是黑棋绝对不愿意去下的。这高手肯定补棋不会那么的单纯、这手棋没有目数，太单一。最主要的是对咱们棋友，有些棋友下棋就会太直线了，直线的计算啊，我怕什么我就怎么都就补。那补棋的方法有很多种啊，你威胁别人也是补棋，你往外出头也是补棋，对吧？所以这个棋就是还是之前提到过的，我们尽量让棋子的效率变高，一子多用。我补棋的时候我还威胁你，我肯定比单纯的补棋效率要来得更高。你应该这么去思考啊。好，实战黑棋是选择了出头去补棋，那么白棋啊走这儿，这是要活棋。白的也是补棋啊。补棋的时候顺便把你刚才说的这个断点也补掉了。本身棋形也是麻一下黑棋，黑的如果不跟着下，以后白棋有这种手段，黑的保卫也体现出来了。这挖万一挡我就反打，你如果退白的一冲也有这个去吃黑棋这个棋筋的后续的变化。那这个地方黑棋还牵手棋，牵手棋就是正常来说，那黑棋比如说补一个虎一个或者跳一个，对不对？那白棋这两手棋有可能他就达到了先手活的目的了。可能不用补了，已经活了。所以这个补棋你看白棋补的，我们会发现高手下棋他的思路都不会那么简单。你说我补棋我做眼，我就去做眼，我做眼我一定是对你产生影响的，对，我会活着有威胁。这就是大家可以借鉴的地方。对，要发挥每一颗子的作用。对，攻中带防，防中带攻的一手，这都是。那么黑棋这时候是断，对，白棋挺凶，长出去了。也只得长。
黑棋立下去，白棋粘，黑棋贴。那这种地方宁愿立下去给对手吃，也不会去选择这种地方吃让对手打过。嗯，很多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样那我少死点不好吗？少死点的话，对手的棋形反而完整，眼位更好。这种棋一定要立下去，哪怕让对手吃，让对手收气吃。白棋吃起来反而难受，因为吃这两个局部也没活进，借用就多了很多。对，实战呢，白棋继续飞，要在这儿活棋。不是这飞。哦，这飞这拖是什么？是不是这是什么东西啊？快死了！谁死了？白棋吗？死是不会死。死是不会死。肯定有打劫。这是气怎么样？收气，收气，收气，收气。这不死了吗？什么死是不会死？来来，打个劫我看看。我挖一个不打劫吗？那你刚才没挖呀？那我至少不会净死啊。挖一个打劫啊！哎，很流氓的，看不起我这个打劫吗？还行，这打劫，但这个劫就属于那种黑的可以先放着，是吧？黑的也只能这么打。嗯嗯，打劫。黑的可以先脱先。嗯嗯，黑的有不开劫的权利。嗯，大概。对，你这挖着局不正解，你刚搬进死了。如果搬的话，黑棋可以搬一路，我就粘上，然后搬一路，打完收气，收，不入气，对吧？嗯，这样的话是白棋慢一气。对，这是正好是一个不入气。嗯，所以你挖好棋啊。嗯，这是没进死，没进死，没进死，打劫有打劫的，还给自己留了一口活气，有打劫的后续手段。嗯。确实白棋也想抢，因为如果你要去吃这两个感觉没活，如果你挡这儿的话，对方至少小尖先手啊，这是你不行，你尖这儿的话我飞又先手，他也很难受。这就是刚才为什么说吃给对手吃他吃的反而不舒服。嗯，干脆就算有棋有打劫我也要去抢。嗯，然后这地方跟你打劫好了。嗯，然后白棋爬。嗯，黑棋这个思路是对的，我觉得我觉得白棋思路还是很好。那走到这个时候呢，白棋就脱先了，就是说这边他觉得这块其实不会死了，是吗？反正有打劫嘛。嗯，你打劫外面有出头啊，你如果封我外面这地方不是有打劫吗？你如果不我外面走死是不会死吧。啊，但是感觉上黑棋如果补了白棋往外跑，这个外面也挺危险的。这个那是肯定是有搜刮什么的。嗯，但是现在就牵扯到一个主动权的问题，我让你来不及啊。我这他不是说外面去走大场什么围一个之类的。嗯，他这个也是很猛烈的一种对黑棋的冲击啊。嗯，抢战斗的主动权，这地方走棋当然很大，哪怕直接开劫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也是一手棋的价值很大。但是就感觉那样的话主动权会在黑棋手里，因为开不开劫黑的可以选。他先动手，这个比较主动。哦，那白棋之所以没挖这个，是因为怕被黑棋直接打了提吗？打了吃掉吗？或者打了？挡完，挡粘还是提？提，粘，粘吧，应该。觉得这个没啥意思呀？这是搬还是拐？想搬。便宜，你们就感觉很俗啊！白棋这串，给你吃，打都不打了，打一下吧，打一下多点借用，便宜吗？嗯，也没啥大意思，哎，也是种。所以白棋是飞一飞也挺爽的啊，飞一个也很爽啊。不知道，所以白棋实际上选择挖，其实是更看重从这儿冲出来。对，嗯，哎，他更看重吃这两个嘛，厚啊。嗯，实战白棋觉得这样是不便宜，他肯定是判断这没吃多少，吃了十目棋。嗯，挖这个，嗯，实战挖这个，然后黑棋也是很刚，反正
你想让我怎么下我就怎么下吧。那黑棋这个不肯退了呀、嗯、如果再退刚才少挖一下差特别多、嗯、眼位差很多。然后提白棋 这个提就很刚。是的，就是如果粘上的话是比较稳健的一种下法，白棋这样冲完冲，但是这可能也是白棋的预想图。这个图呢黑棋相安无事倒是没什么事儿，但是白棋基本上这就算留下一个后门。嗯，白棋这是白棋的预想嘛，黑棋实战确实是非常的刚。对啊，很是强硬啊这个棋。是的，直接提到这儿，这个真的是不给退路啊。这个闭着眼睛也只能抡上去。嗯，如果黑棋粘，白棋粘上就可以了，是吗？还是挖？哎，挖就可以了。粘上不如挖呀。哦，有挖。粘肯定不如挖。对对对对，挖一个黑棋就完了。嗯。所以这个时候呢，黑棋肯定是不能粘上了。但是开劫，黑棋好像也没有劫财呀。上哪儿？这个劫。嗯。这个劫感觉原地要爆炸。于是黑棋选择了在这里挖。啊，他想好了，他提一个的时候就想好了他的一个连贯的一个手法。嗯。提完我从这挖过来。对。那么白棋是打吃，黑棋粘，白棋打吃，但是这个挖我觉得损的也是有点多。但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让这个劫、嗯、它多出了本身劫，应该是我感觉。嗯，这个劫，也就是说现在黑棋如果不打赢这个劫，是不是就说不过去了？不打赢这个劫，这都没法弄，就只能打赢这个劫。这个地方黑棋是经过了精确的计算、啊。那他挖粘的时候就为了造劫财。其实区别就是你直接打劫没劫财，挖粘以后多了一个扑，嗯，就多了这一枚劫。这个太凶了，提，然后提过来。这是什么？这双方这个牵扯，这个大型转换需要好好的判断啊。对啊，这个白的冲啊，冲这个找劫，这个黑棋提，这个劫也是太大了，黑棋提。然后白棋冲下来，这个棋是不是就得看这块棋死活了？但这块棋看起来至少是有个打劫。看一下，白棋提活的吧，应该。这个棋黑棋妥协，可能吃它吗？可能吃白棋吗？怎么吃？没看出来怎么吃？是不是只能点吗？没别的。点的话，我是不是走什么都活了呀？我挡这个是不是就活了？那你活了，那是就是活的呗。嗯。正常它就是活的嘛。你挡一个是什么？活呀。挡一个是活的？不活吗？你从这跳出去，加出去。对呀。加出去，为什么要加出去呢？啊，可以搬出来了。对呀。帮我退。你这非要搞的局部好像没怎么活劲啊？那我粘上活吗？就是如果你提示先手，这个哦，我这还有一提呢。你没提你怎么活呀？没提我不活吗？没提粘上我跳这个呢？没提你活什么呀？我团一个不就活了吗？哦，我还得起这个。对呀、啊。不是没提的话，你这只有那我跳呀。你这只有后手一只眼，就很难说了。哦。你得还是得还是。没事、哦，还是得靠这个题嘛。啊，活应该还是活的。那我如果粘呢？是活的呀。能不能？局部是活的呀。我不要这个题啊！我不要这个题，我能活吗？不要这个题，你怎么这么倔强呢？那不是差很多吗？你就得用那个题呀、啊。我不要这个题，那你活不了啊。所以我想。嗯，就可能有，但是这个棋你也不能说它是打劫活，因为它棋带响。如果我觉得你走这个是吧？哎，这么倔强呢？你走完了之后，那我走这个不活了吗？真的搞不太清呀、啊，就是这个你还想吃我呀？就是局部应该是活的，但跟外面可能有点关系。那比如说就借用啊，这种。嗯，但是你有题吗？就咱不说。那有题的话，就不变成了打劫了吗？局部，你要靠这个题的话，不是靠这个题，你算我提示先手，我这是只铁也，我是铁也，我这是肯定。我不当然不算你提一个先手了，你这个题不是打劫吗？
你还留一个打劫啊？提你可以脱先。对呀、我提你再提，这不是有好几个提呢吗、至少是白棋这个地方，就是我想确定一下，没有这个提，这个提不算我是先手，跟这个劫没关系的话，我这个局部是不是活的？没活计。怎么局部没活计？要跟外面厚薄有关系吗？你刚才跳出去不也跟厚薄有关系、不能杀你是因为黑的不厚呀，外面啊、那也就是说啊、现在局部是活的，以后这个地方有点像，比如说我靠啊，你还敢不敢硬，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你如果离我长你一下，你只不一定啊。嗯，但是至少我局部是个进火，这个先手概率很大。嗯，好，那我们继续看啊，黑棋，哇，这步棋一出，这步棋是要棋形的要点。嗯，就是说黑棋这个地方他有打劫肯定是看见了，然后这个地方不想让白棋出头，所以他这手棋其实也是一子两用，是吧？是这样想的、是这样想的吗？他这个白棋如果这样的话他没眼了，他不是没眼了，他是一种最好的把这块棋吃掉的方式，他补在这儿比补在里边效率高。因为也没眼了，这个棋啊，如果你想对他发起进攻，你肯定这个地方不能出事吗？这有打劫吗？嗯，他得补啊。但他补在哪好呢？补里边效率就低了。那高手他怎么追求的呢？他追求的是补在外边，这一边面你眼目数又是最好的，所以他拱士是你一个硬手。你如果退我便宜了呀，这样这个退一个白棋就死了吧？啊，这么狠？这个我就粘一个，他怎么活啊？这个太狠了！哎呀，这个死活题没有做好，你拐了点，那就不行，对对，那就是打劫。也有点，也不一定是打劫、也不一定是打劫。你说的也有一道理，有可能死，有点巧，有点复杂。白棋搬嘛，白棋搬的话，他这棋走在这儿，他效率高，他这棋吃的效率最高。这个棋怎么样啊？这棋我感觉这个白关键是白这块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活的死的呀？这块棋 啊这怎么会死呢？这白棋是不可能死的，这往往不能跑啊、我不知道他怎么跑了，这棋他搬，这不走，这棋还缩回去了，这肯定是闭着眼睛都跑了，能活哈、他就是收官，把这吃了，把打劫给你消了。哦，哎，那这样白棋这个补的还挺好的，补的还挺好。但是你别说这打劫转换，黑的零零散散吃的也很多啊，目数。虽然这脚没了，双方这个转换形势怎么样啊？形势怎么样？先把这手棋摆了吧。这黑的，实战是提了一个，然后白黑提这黑棋、提到了是吧？啊、那这个黑棋点都点不到了，哎，啊，黑棋拆边，白棋提了黑棋一下。嗯，感觉上黑的还不错吧？感觉上黑的还不错。嗯，白棋现在补了一个。啊，还没活呢，整体还是薄。还是继续补强。但这手棋其实也是一子两用，它一方面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潜力的，对对，潜力也就那样。然后黑棋潜力也飞，那这手棋呢已经跟上了我们这盘棋的进程了，这盘棋现在就是下到这个第115手飞、那丁老师来给我们判断一下现在的形势吧，感觉黑的细致一点的。点一下目，第一感黑的还是非常流畅。嗯，目数的话10、14、6、30、35，这块50目不算这些皮毛50目，铁目这块棋的话18目差不多吧。17、18目应该有吧。那68目将近70目呗，70目弱不太到。白棋这算不算你吃？算你尖先手。真的、有点勉强是吧、那我有点开心。那这点一半吧。嗯，1、2、3、13、23、25、35目棋。加脚45目，边不算的话45目，就活个5目起50目。现在该白棋下吗？该白棋下。白棋下算白棋尾一个。哦。那这块空也挺肥啊。是。30、35、35、37、38。但是这个拐好像有点大呀。哦，拐完还有脚。对。
这首棋我感觉也是很想去走的。那剪一根，拖一个丁丁行，拖一个有可能好吧？哦，现在搞不清，很诱人的。哎，好像这棋也还……哦，实战。没有，我们再摆一手吧。这个实战是走这样就还是大的吧？对，还是大。但是确实不能算白棋接先手，黑的不会打。对，黑棋不会打。这个棋啊，就这样来算的话是怎么样呢？这样来算，我是觉得黑的如果能够争到先手，把对打入了，黑的时控要稍好。哦，黑的要稍好一些现在。如果能抢到打入的话，嗯。嗯。黑的时控是占优的，嗯，那这地方，是不是有点薄啊？如果黑棋不走的话，也没啥大事是吧？冲是、啊、冲是绝先，对，问题不大。冲是先手，冲是先手也没什么大事嗯。嗯，也就挑挑什么的，搜刮一下，那给你点。那黑棋这个断，不依不饶。哎，白的还是这中腹是欠点东西啊。嗯，这棋主要白棋现在这块棋是没有眼的，啊、哦，感觉黑棋好，嗯，感觉黑棋好，感觉黑棋好，嗯。那这个时候白棋会怎么办呢？哎，白棋有点不好办，我觉得这个断，这断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嗯。首先，这个紫白棋肯定是不能长了。这被黑棋一贴的话，这块棋要死了。对，所以这个紫、白棋肯定是要不了了。要不了，主要是跑起来，黑棋就先手加后嘛，先手加后，黑棋定个型抢刀打入。嗯，棋还是黑棋，因为黑棋我们刚刚这地方啊，黑棋都没有给黑棋点。其实黑棋的后势啊，在收官的过程当中，它会兑现的。嗯，它慢慢的会发挥出作用，它会好收。嗯。这个点还是很好的搜刮是吧？点挡、这个、我挡这个呢，这需要一定的配合。嗯，这是一个真子图是吧？嗯，加完爬完虎完断，哦，滚包，这个很有可能就实现了。真子有力的时候点完一爬，嗯、对吧？嗯，点完一爬你不能冲，你就只能粘，然后做这个。搜刮还是比较愉快的。嗯嗯，黑棋好收，这棋黑棋好掌握。哦，实战白棋的下法非常的简单直线。嗯，就是冲完了贴。也只能如此，但是他贴之前把那个虎掉，不虎掉被我打吃了，双先受不了。哦，这个还是得打，这个双先啊，这个千万不能忘、嗯、啊，这个是职业棋手不能忘。双先，然后再贴。但这里边是个什么东西？这样的话等于说黑棋长，然后白棋这个地方是没有眼的，一只眼都没有啊。嗯，半只都没有啊。黑的灭眼的时候，黑的冲这个，好，挡住，挡住我再打这个。哦，除你应该不能把我打回去吧？这也不是没可能。打完我这儿有本身解，打完把我干回去啊、那倒是有可能有半只眼啊，嗯，不然的话这一只眼都没有，我全是先手，全给你灭了。那、嗯、要看一下劫财，这个白棋有没有办法想办法争到先手啊？争先手，这来一个，比如说我就现在来呀，啊，直接就先手了啊，这么没面子的，比如说。这个是个，这地方算你半只眼啊，算我半只眼。半只眼这个棋，不是我好像有点危险，说句实话。很倔强。你坚住我，我恐怕要。坚住你粘完挤。这挤不到啊。挤不到。挤你破我那眼，不就死了？打了贴先手，谁死了？哦，哎，你可以。我外面断点不用补吗？哦，这有个断点，挤得到吧？这儿吃、嗯，还是挤得到。哦、那黑棋如果断一个是有可能、啊、打劫的话，打劫总不行吧？这个劫黑的很轻啊，这个劫黑棋太轻了。啊，你打我就给你打劫嘛。嗯，这劫黑棋很轻。那看来白棋还不能马上脱先，那我再贴。
不是，你可以靠我拐的时候你啊靠搬了，你可以你不是也能铺吗？你可以不挖呀。哦，如此猥琐。那能活就行吧。那我这给你靠一靠，你这个子估计也没啥用啊。那是啊，这那你直接靠这种地方，你说白棋还能怎么用墙？不可能用墙、啊、那白棋这个棋是不是还得补呢？实战黑的，但是白棋这个下法肯定是想要脱先的，这毫无疑问。主要黑的也是求稳了，可能、黑的觉得断两下便宜了。实战黑棋就直接就打入了，断两下便宜了，怎么便宜了？不见得便宜，被打死这棋能便宜了？可能现在黑棋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地方的目数确实是一眼就能看到的。对，就这个局部啊，你可能这局部来说可能没什么便宜被吃了，但是呢白棋确实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回来吃这个。吃这个跟外面的大场比确实也没多大，你我就外面随便走走给你吃三个子干干巴巴的，确实价值也不是很高。直接打入清楚好掌握，因为这个棋啊现在应该可以断定黑棋是优势的。所以不要让自己心里那么不踏实，走这个人家拼一手那还得去算，如果没有严厉的手段这棋真不一定啊。所以这个走这儿心里好掌握。这个是赢棋可能更通向赢棋的一条比较简明化的道路。对，那现在由于黑棋这外边这么厚，这个紫白棋实在是也不能有什么想法。没想法简单收，白棋空不够啊。比如说如果、那你没想法你只能是这种啊。对，我可能只能把这个角护住。那我也不是单关联，我往这种地方去啊。啊，还是要继续捞空。继续捞啊，继续捞。因为白棋整体实地确实是不太够。太大了这个棋。就黑棋刚才通过，虽然这个转换白棋这个脚上吃的很大，但黑棋走后之后啊，黑棋一直在兑现后势的价值。因为这把本身目录吃了不少，然后呢利用后势攻击白棋这块棋，把这块吃了，本来有打劫嘛，然后逼迫白棋走单关。你走单关的同时黑棋一直在抢大场，而且黑棋的这个拆边这个飞从实战来看它都是先手，本来这些是不可能的。结果这些大厂都变成黑棋的先手权利了，这都是黑棋打劫获得的利益。所以打劫我们不能光看本身这个跟这转换，你们一点目可能觉得啊，白棋这个两手其实至少40多50目吧，感觉巨大。这才吃多少目，再把后续的价值算进来的话，黑棋一直都在体现自己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威力。包括现在也是打入，为什么白棋不敢动，就是因为我厚啊，这都是后续在体现的。实战白棋是跳在这里。大同小异嘛，就只能守。黑棋还往这接。黑棋现在为什么往这接？首先他跳在这儿比刚才好的就是你现在漏不进来了，我这是可以把你分开吧。那他今天就是想漏得进来是吗？他接一个我确实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还要欺负人呀。没什么意思啊，就很明显啊，我欺负你啊，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就挖了鼓你啊。打劫，黑棋仗着自己现在棋后，然后全是劫。所以现在这个地方他觉得只要打劫他就能把对方打进去。就是你补那我肯定先手便宜，你不补我就跟你打劫嘛，我打劫就能把你直接全给干回去。那这个时候白棋难受，如果怕被黑棋这个的话，我应该会挤一个补。我觉得他不会挤。是吗？这哪下不出来。这为什么下不出来？我坚挺你扳我一下，我有什么下不出来的？那扳虎啊。我还是不敢打。对啊，那你不敢打，你觉得你这棋挺好吗？你不敢打你这棋，你不觉得自己很俗吗？也是有一点啊，也是有一点问题。那这个时候白棋怎么办呢？要不把这个吃了算了。那本来劫就打不过，吃了我跟你还要跟我打劫，我尝都是劫。你尝一个啊、不尝，尝的还能不是劫吗？不是，那我硬住啊。对啊，我这放心的随便跟你打。哎，这个人说要随便跟我打，那我这不都是劫吗？哎，我这个是劫吗？对，算你是好了，没关系啊，我不差这，我劫差太多了，这局不几个劫啊？就是黑棋这个棋还是仗着自己厚啊，这个
各种的欺负人嘛，搞事情，后世的潜在价值，对，兑现一下，嗯，是吧？看来这个棋，这个白棋确实是不好应了，嗯。那棋下人这样的话，我们跟他的实战进程也是，追平了，像这样。嗯，相对来说，现在这盘棋还是黑棋目数领先，然后这个有一些后卫可以借用后卫去借题发挥的一盘棋啊。嗯，所以后半盘来说，对于白棋是比较难的。黑棋好下，嗯，那黑棋好下。现在白棋，你看果然往这吃了吧？拼呀、啊，这就是拼呀、啊。对，那接下来我觉得黑棋一定是会在这个地方打劫做文章了。嗯，比较简明吧，我觉得这个是眼见的、嗯、好像好掌握，挖了做劫打上去巨爽，是哦，这个夹也行，都行，嗯，夹哦，夹也可以，夹也是可以考虑的、嗯、我这还是做劫，我是觉得做劫好， 好，那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盘棋就先为大家解说到这里、嗯、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第二盘棋要为大家讲解、嗯、那么也请大家稍事休息五分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为大家讲解第二盘的焦点战。听阅微机频道。